老大哈，委员你好。我想这波疫情打开始的时阵哦，咱房价受到足深的这个伤害啦吼。啊，唔那是房价，规个这个万华地区吼，拢开始去防污名化。所以讲，我的办公室吼，除了逐天伫处理较轻者吼，也过隔离者遮个紧急的案件以外，足侪案件拢是甲机师啊、污名化有关系。譬如讲，有的劳工伊住伫万华，伊本身是无任何尽头哦。无镜头，煞去互因头家要求讲，你都应该去快胎。你若无去快胎，你都唔免来上班，甚至甲威胁讲吼，你都，反正我要甲你开除。你若无去快胎，嘛有万华人，伊要去病院挂号看病，结果病院甲讲我即嘛无收万华来的病人，吼、哦，也是民众。啊嘛有即个共享机车的即个服务，规个取消万华区的服务。啊，甚至嘛有公司要求所有的万华人，伊拢爱甲关做伙伫即个会议室内底做工课，啊，连要去外口停地嘛袂使。所以讲，面对这种污名化的这个行为吼，我是毋盲讲院长会当用这个利用这个机会，替咱万华的民众讲几句话咧啊。足感谢咱林立伟为万华地区民众来表示心愿，啊，确实有影。任何咱的国民，不管伫对一区，拢爱受到尊重、公平的对待。尤其万华是一个历史真悠久、居民真善良的所在。当然，这回疫情的发生，伫万华确实有一挂特别的行业是一个疫情的热区。所以同时，咱真要紧要防止疫情，甲要保护万华居民，必须要做一挂措施。但绝对唔通因为安尼来污名化万华民众，更无应该歧视。所以，这渐渐已经在控制。阿妈一路面拜托万华地区的民众，大家要紧啊！这完全是看疫情的需要，唔是歧视，但都是重视。所以讲，感谢院长啦吼，尤其头拄仔咱讲到遮个一寡遮民众吼，也是讲公司内底行为，伊吼除了歧视以外，有足侪是违反咱的这个防疫的指引。譬如讲吼，啊甚至搁违法咯。譬如讲头拄我讲，你若要求万华区的员工，伊身体好势吼，好势，搁足健康的，嘛无啥物症头，啊叫伊嘛爱去排队，甲大家群聚，但要快筛，啊去快筛的是爱有这个接触。这个较真正，也是讲吼有可能较真的人呢。你叫遮个好势的人去甲因，迄落踮遐排队，踮遐快筛，啊唔着，互伊有这个染疫的这个风险。还佫有头拄我讲迄个共享机车，大家会使共享机车去上班，这是较好的代志呢。这都袂去钱这个大众运输啊，咱即嘛是叫大家卖钱做伙啊。结果这种业者伊甲规个万华区拢取消服务，安尼唔着一堆本来是骑摩托车去上班的人，拢去钱大众运输啊。啊，这嘛是造成防疫的破口嘛！啊，也阁有我头拄仔讲，迄公司甲所有的万华人，吼、哦，啊，甲伊靠做伙叫伊伫会议室上班，内底阁无照咱卫生部即个提供的即个指引，讲吼，都爱用房啊甲隔开安怎？伊都甲大家所有的万华人，好势万华人，啊，甲伊关做伙，啊，踮遐伫上班，袂当出去停地。所以我讲，遮个吼，有的是违反劳基法，有的是吼、哦、完全违反咱的防疫的即个指引。所以讲，我是唔盲讲吼，伫遮会当具体建议啦，就是1922内底吼，除了处理遮个较真者，也是讲隔离者的问题以外，应该爱有一个小组啦吼，就是若有违法的问题，咱就爱较紧转吼咱的相关的机关来介入处理遮个公司啦，这种违法的这个措施，也是讲吼，伊若违反防疫指引呢，就是爱甲伊讲吼，你这会颠倒造成防疫的破口嘛。所以讲吼，会当有一个小组专门来处理这个代志无？委员讲的计对，咱拢应该照 CDC 防疫中心的指引来做。但做了无够也唔对，做了过头嘛唔对，所以应该照这个指引来做较对。尤其伫心理上应该来较关心，无任何人希望得病，无任何人愿意去传播。啊，伊因为住伫万华。啊！你个来个歧视，不应该。但如果有相关的违反指引的做法，咱拢爱个纠正，爱个做好，总是大家拢照这个 CDC 的指引
做好，才有法度保护家己，保护厝内人，保护社会。感谢院长啦吼，因为即我办公室接足侪这种案件，规工干那处理遮个吼，所以讲若是讲吼1922会当吼有一组人伫处理遮吼，我感觉会为对咱个民众足利便个啦吼，真麻烦院长研究一下吼，我相信咱一组人嘛毋免伤侪人啦吼。第二就是讲吼，除了遮个民众，还是讲吼民间个遮个问题以外，地方政府问题嘛一堆啦。我即马要予院长看一张图啊。这是台北市政府伊进前公布一张图，叫做确诊个案分布密度图啦吼。内底这个图吼，你若看边啊遐，有足侪行政区拢是红红红，是安怎？因为伊吼，甲这个确诊者伊带伫地，用莫名其妙的大红点甲标记啊。啊，所以讲吼，你看这种红点的大小，这个寸尺差不多20-30个确诊者，规个行政区都拢红起啊啦。所以讲，当然放假规个拢嘛红的。边啊，西区的拢嘛红的，20-30个确诊者都红起，因为伊迄红点足大点的，所以讲规个大家，所以讲足侪人无去管台讲吼，即马房价其实已经降落来啊，已经较稳定啊。伊公布这种倒落去，伊看到规个行政区拢全红的，伊就是讲迄个行政区连即个空气拢病毒的。所以讲，我讲毋是干那民间啊，连地方政府伊嘛伫制造惊吓啊。公布这种知识吼，拢跟咱一般防疫中，这个一般防疫的这个知识，拢完全无共款。咱另外，咱知影讲要防疫，就是爱公布足迹图嘛，脚迹较重要啊，毋是伊住伫地啊，伊住伫地根本毋是重点啊。咱要看这个疫区是爱看看伊去倒位，啥物款的所在较侪，这个有得病的人去嘛。所以讲，伊公布这个图嘛，吼，足侪人有足反感的。啊，尤其这个时间。来，大家是叫大家卖，咱即卖政府是叫大家卖出门，吼、哦，无代志卖出门。结果伊公布这张图，你看遐个郊区啦、观光区，拢无红点啊，当然也嘛无红点，遐本来就无人啊，就较少人啊。啊，伊安尼就是变作是五度，遐个民众讲吼，敢若去遐都无代志，你就会当去遐。所以我讲，那是民间有问题，连地方政府伊对这个防疫的想法吼，也是防疫的知识。拢做问题。另外，头拄啊，其实院长嘛有讲到啦吼，咱教育部5月19都已经通报，所有的这个大学拢爱知影讲吼，无应该要求学生离开伊的宿舍，伊若无要离开宿舍，你袂当强迫伊回去。结果你嘛知影，这个我相信院长嘛知啦吼，台北市的这个北市大啊，台北市立大学，伊竟然完全无伫插中央的规定。伊一方面吼，中央我知影讲部长嘛一直甲伊苛刻，讲你袂使安尼啦。你若强迫学生转去因家，即个代志我会知影是因为伊的宿舍嘛伫我中正房家的即个选区内底。遐学生一直甲伊讲你要遵守中央的规定，结果伊就是不爱插你。伊上尾啊吼，一方面即个想办法吼，安尼要闪避吼，不爱让即个中央知影。一方面用足侪奇奇怪怪的方式去。强迫学生回去，譬如讲吼，把伊的这个宿舍卡片给锁掉咧，吼，让伊袂当回去宿舍啦，等等，也是讲吼，因的教官甲学生吓，讲吼，你若安尼大主大义吼，你若是要安尼吼，你家己归去，家己出去外口住住这个旅馆。所以讲我讲吼，这就是一种这个地方吼，完全无伫插中央的防疫的这个指引的这个问题啦吼。我看部长起来，个部长是毋是有想要这个？是，感謝委員，因為委員你第一時間嘛有特別甲台北市立啊，這個大學的情形甲我講吼，啊我其實是已經直接甲迄個教育局長講，啊伊有去做一個處理啦，但是可能就是委員講的無足確定吼，啊尾啊委員甲這個訊息了，院長嘛足重視的，所以我迄陣陣就更正式用一個足明確的規範吼，不只是對市立大學這個案例啦，全國。公私立的学校啊，绝对不可要求啊，学生离宿返家哦。那甚至呢，现在比如说快要放暑假了，也不可以要求学生说为了要清理行李啊，又要从他的家乡啊家里又回来学校哦，减少这个移动。哎，我想这个谢谢委员那时候提醒啊，那我也非常明确的正式用公文要求之外，我也请各大学啊校长务必要遵循哦。那这个如果有违反，我们会做一个处置。哦，感谢保定了哈。就无丢车回，无紧。啊，咱陈时中部长才拜托一下吼。我即马伫讲吼，就是地方政府，也是地方的这个各
这个各机关吼，伊无伫插中央的规定的问题。第三吼，甲咱这个部长诶嘛就有关系，因为刷落我要讲这个疫苗的疫，这个疫药的这个问题吼。一开始大家拢有看到，网咖的这个快筛站出来的时阵，排队排到落落长，排队排到落落长，所以讲迄个时阵，大家拢足惊吓的，想讲安尼是要安怎？因为安尼搁制造一个新的群聚嘛，对吧？啊，尤其咱的医护人员底下已经足辛苦啊，你搁叫遐因遐底下整队。安尼唔对嘛，啊，所以讲不管讲一开始乱糟糟，所以讲迄个时阵我嘛协调讲，包括唐凤政委吼，包括民间的这些新创团队，对，讲要安怎用什么款的系统，和大家去快筛的时阵，会当预约，会当用这个线顶的挂号等等，即嘛，这个系统，规新的车辆你用啊，庙里嘛你用啊，颠倒是我一开始看到讲，台北市较有问题的吼，爱想办法来协调，结果我。乌龟哥到即马，咱不配了。诶，快台站到今仔日也是用人工，但要发这个挂号牌啦，号码牌啊。到今仔日也是安尼，是好加再讲即马放假的这个疫情已经降落来，所以讲无排队排到落落长。但是到即马也是无这个所谓智慧城市啦，啥拢无。所以讲，我迄个时阵请这个指挥中心讲，会当到协调看卖咯。我当安尼排队咧，这真正唔是款啊。结果协调未来，啊，即马我知影讲吼，咱这个疫苗。疫苗预约系统的这个，大家拢足期待啦吼！我记得差不多五月中的时候，我就甲这个部长通电话，讲这足重要。啊，部长请我甲这个市处长联络。啊，处长讲吼，啊，可能有一挂什么款的问题吼，但是就来甲这个东方政委研究。啊，我看到院长嘛足支持，总统嘛足支持，政委随到这个一个基本的结果就出来啊。即马上这个互人。烦恼的就是我头先讲的，那到时地方政府歹用嘞，那到时这个，伊讲因为足侪这个医疗院所，吼，包括这个单位，拢是地方政府伫处理的嘛。伊若无爱甲你的这个无爱专力来甲你支持这个疫苗的预约的系统，阿面就全台湾搁踮遐安尼排队排到乱糟糟。这个部分是毋是当请部长吼，小讲即马这个进度安怎？整个。规个在疫苗的接种，当然这个哈、哦、有一个迄落系统已经出来啊，啊将来就上网哈、哦、可以来做预约哈、哦，预约一个时间，然后开放一礼拜。啊，即马阵呢，这因为这量也未真大，啊个哈住的人的范围有限，好、哦，所以这第一期在住的时候，也是用本来的系统，啊后抓开始特别用新的系统来住。啊，地方政府即马的这个合作的意愿安怎？配合的意愿？当然，在打疫苗，中央有一个系统，我相信是大家拢会配合啦。因为这系统你大家拢在用嘛，你要上这系统预约，啊，你若无用这个系统，你就无法度做啊。所以讲尽量吼，到时若去国际有地方政府徛去吼，你即部长甲阮讲，啊，大家来斗发声嘛，要无即马因大家拢安尼一人一支嘴，啊，家己安尼吼大主大义安尼，我感觉到时疫情吼，咱若要控制好调，要解决，地方政府的配合最重要啦吼。啊，上尾啊吼，安尼咱部长写回。上尾啊，这个院长，这个我相信大家最关心的是这个纾困的方案。啊，纾困内底吼有足济这个方案，吼、哦，我都伫只时间有限吼，嘛唔免部长院长特别回答啦吼、哦。但是譬如讲吼，大家应该拢有看到，譬如讲个人的补助的部分，伊去要求2019年的所得来比较讲吼，伊是唔是有超过408,000块都袂当。得到补助这个问题，大家即马拢在讨论，因为那是两年前的收入嘛。啊，你即马是你看讲我即马的生活会过未过嘛？这两年前到即马都已经差足多啊。所以讲，其实吼，有的人嘛，你讲你其实会当即个甲补助得点加共款，除了比较两年前的所得嘛，会当摕今年5月到7月的所得来甲3、4月的相比嘛。这其实看口罩的汇款资料就知影嘛吼。也阁有足侪啦吼，比如讲，即个中央政府命令停业的企业，都有即个补助。但是咱嘛有地方政府命令停业的啊。疫情刚开始的时阵，阮艋舺地区足侪是台北市政府先命令艋舺夜市啊周边的店家拢停业，啊，遮个敢会当申请补助？这拢大家即个疑问，迄个问题拢足侪啦吼。所以讲，我具体的建议是讲，咱除了吼，咱1988除了接电话甲伊讲吼，你有符合资格无符合资格以外，咱统计一下。得一款的人，得一款的种类，吼、哦，有偌济人，同款的问题，那足济人拢有这种问题，啊，伊拢得袂到帮助，咱就较紧想新的方法，吼、哦，改个接起来，新的方法来改补起来，卖讲干那改讲啊，歹势你都无呢，吼、哦，这会当做。
所以讲新的方案来去补助这些人，吼，是感谢，感谢院长。